哎，对，哦，哇，我你看他上手了，啊，儿子，我怎么教你来的？使点劲儿吧。赶紧当。你要去能北京，北京要去北京OK，Welcome to 北京。今儿是中秋节啊，我的待会儿再拍你那个 later later later。中秋节，然后我们买了瓶梅子酒，啊哎，好好开心的车，梅子酒还有月饼，大家一块儿聚会。你们是不是每次都能通过我的镜头看到不一样的泰国？到家了，今儿也不知道吃什么，他给我发了今儿吃的是大蘑菇。转一圈，哎，不是这样转的。你要是这样转，泰国是走不行。OK。曼谷的邻居来了，每次过来就浇浇花，就走了。请进啦！Hello 啊！Hello 啊！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快乐！快乐！你选一个，你选一个，阿雷，看哪个漂亮，你选一个。你选漂亮的，你选一个送给你。差不多，小西瓜，小绿纸，阿雷，我送你。他带了，他带了一脑袋那个小发卡。OK。他来的时候，他说带着一脑袋这个小发卡，说你头发都打捋了。Is this fashion? My fashion. 哦，时尚，时尚，最时尚。哦，他的滑板鞋，摩擦，大这个是，鸭。对，脚，真好，阿尼，我每天都要吃好几个，是吗？好吃吗？满足妈妈。哎呀，不是你每次，是真满足。好，下次给你买点辣条吃啊。来，你尝尝。你看，这个是中国特色五彩大拉皮儿，来跟我说一遍，五彩大拉皮儿。五彩大拉皮儿。啊，大拉皮儿，咱今天没弄五彩，就是大拉皮儿。大拉皮儿，来你尝一下，you can try。五彩大拉皮儿。五彩大拉皮儿。五彩大拉条。不是瓢，是皮儿。皮儿。啊。五彩大拉皮儿。五彩大拉皮儿。啊，你尝尝，you try。好吃吗？嗯，行，嚼不断，对对对，对对对，好吃吗？好吃。好。来，今儿吃月饼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朋友自己做的月饼，芝麻馅儿的五仁儿。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还做了这个。哦。哇。你打开呗。蛋黄的，尝尝尝尝尝。蛋黄的。中秋节啊，中秋节啊，这是吃中国月饼，好吃吗？怎么样啊？好吃吗？好吃哈。咦，好吃。哇，中国月饼好吃，好错好，good。蛋黄酥。对，蛋黄是吧？对对对，都是我们朋友自己做的月饼。对对，在泰国能够吃到亲手做的月饼，五仁馅的、芝麻馅的、蛋黄。这个是蛋黄馅的，瓜子仁的。五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虽然我这个视频发的时候，可能中秋节已经过了。那才让他流口水。好。这口咽不下去了，不太好咽。这么我好咽了。so big 了。我们今天又吃的是火锅啊，这个牛肉带肥膘的，
然后大拉皮儿，油豆泡，这个是球，这叫球啊，这是面筋，面筋啊，蟹棒儿，腊肠，香菜，哎呀，这香菜好新鲜啊！哎，这是火锅啊！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吃火锅吗？你们的火锅好吃吗？来来来来来，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哎呀，怎么这样？这是白酒啊！饺子上不是礼拜刚洗，这又开始不爽。不是你吃饭就好好吃饭，你在这儿，哎呀，把我那指甲给染的哟！漂亮，漂亮，拿，哎呀，哎呀，你拿个彩笔，那这能漂亮吗 ？OK 了。哎呀妈呀！亮吗？I love it. 看你这，哇塞！哇，你看你健身，等等，你健身是不是应该脱光？噔噔噔噔噔噔！哇，漂亮啊！哇，哇 ，made for you. 哦 ，OK. 北京，我那十七八万块不得。哎，好吃吗？好吃吗？妈妈。啊，第二次吃月饼，上一次是昨天 ，yesterday。嗯。有点硌牙了。他说那个泰国的月饼啊，跟咱们吃的不太一样。Thailand also have 阿尼 moon cake。还不，不一样 taste。哦。呀，for me 好吃吗？妈。哦，这对于他来说很好吃。I like this one。哦，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邦邦硬那个黑芝麻馅的，他说呵呵对于他来说简直是 number one 最好吃的。Main Thailand so sweet。哦，泰国的很甜，非常甜。硬啊，一零那一零。那你要到中国去，哇，你能吃拉块。拉块。拉块。你要去。能北京，北京啊，能去北京啊 ，OK， Welcome to 北京。你知道有一首歌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这就有。哎呀 ，What's up, man？ 你看你儿子 ，What's up, girl？ 就在那儿。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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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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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呢干嘛你要干嘛呢你在干嘛你看这手你看漂亮是吗你看漂亮美丽了哎呀哎呀哎呀他想摸一把你哎，瞎说，薅一把就摸一把，两个概念，是薅一把还是摸一把？薅一把，那薅一把你不，我要看一下他到底是是，他要干嘛？那不就不是舅妈了，应该是另外的小舅舅。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看看你，不行，路不行，你看，你看。哎呀！你这不给我儿子拍美颜？哦，我拍这个拍了一分多钟。I O U 不用拍，我儿子就是帅。哎，不是，我就好奇，真的会有人看这个看一分多钟吗？会，就是妈妈拍。I O U 不是，就是有孩子的会看。哦，哇！我你看他上手了啊！儿子，我怎么教你的？你说这个我录十分钟能火吗？咋了咋了？讲话这样过。你为啥不敢拍美颜？哎，不行啊！
哎，来，我给你开美颜了。哎呦！你们现在有没有身临其境在逗孩子的感觉 ？No cry, ignore. 你看，This way. 哎呀！不谢。又来了。谁妈妈？不，这要是我现在换到这个镜头，我换到这个视频后边，我都想坚持看下去。你看，他爸一叫就过去了。我小姨哪儿就哪儿，干什么玩意儿？扒人裙子呢？过来，小外甥，快点儿的。怎的？你还有理吗？过来，看一下，不好使。过来，快点。在这写作业呢 ，Rachel。哎呀，我这个夜景儿，刚才我拍的照片感觉好漂亮啊！看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啊。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预祝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开心快乐啊！